我很想跑业务，因为当时做电子跑业务，所以那时候就跑外面，就觉得啊，爸爸跟我讲什么话没关系，反正一切由你，我就去冲外面的业务。当时是这样，所以没有很认真的去好好学习。请您锁定这个礼拜天晚上，一步一脚印，发现新台湾。